我是 Amy Tan， 我是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华人。我是在2009年加入隧道股份。目前隧道股份在新加坡有超过80%的员工，都像我一样是在当地招聘的海外员工。我们来自10多个国家，克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伴随着公司的发展，也与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我之前是通过公司组织的一些义工活动，有机会和各区域的同事一起去梁山支教。在给孩子上课的时候，他们对外面的世界都充满了好奇，会很认真地听我讲课，给我们做了很多小纸条啊、书信啊、画画啊、手工做的礼物啊等等的。然后我和支教的那些同事也为每一个学生写了一些小卡片，给他们留作纪念，鼓励他们要继续努力的学习。后来回到了新加坡，我也对区域的同事分享我支教的旅程和学校内发生的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段很难忘的经历。每一次到了上海，在我中国的同事的安排下，都会享受到很热情的招待，让我感到非常的快乐。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凉爽的秋天步行在上海的老街，有时候我也会乘搭高铁到上海周边游玩。我记得我刚加入隧道股份在新加坡子公司的时候，我心里其实还很担心会因为一些语言或者文化的差异无法跟同事相处，甚至无法胜任我的工作。后来我接触的中国同事也都以礼待人，尊敬伙伴，更让同样身为华人的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向中国人学习的地方。这些年隧道股份在新加坡建设领域已经成了我们业内认可的高级别总承包商。我眼中的隧道股份公司对地下建设拥有了成熟的技术，还有一批专业的人员和设备。我觉得这一切的变化的背后是隧道股份把很多中国的技术和设备带来了新加坡，让我们感受到互惠互利的好处。我期待将来的我们能够为新加坡贡献的更多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制造。